30平北欧风运用创意的斜切设计，巧妙改变原本只有单向方形的格局限制，搭配清爽透亮的薄荷绿色调，打造一处媲美自然的舒适居所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会先说明斜切格局的优点，再介绍色彩与材质营造休闲感，最后告诉你各具特色的私领域。原屋宅为方形格局，窗户开口集中于平面左方，加上原本建商设定的房门偏向集中在同一轴线上，会形成倒 L 型的动线限制。创意斜切设计为空间创造一个斜角，改变原本单向方形的限制，也为空间增加更多变化性。宽敞的客餐厅整面开放式书柜和大理石壁炉，是一幅美丽的端景。白色与薄荷绿色调为基调，注入清新明亮的感受。藤编质感的造型餐柜门片传递一股悠闲感。浅色调主卧的圆弧墙面及铁件围塑的更衣区，简约美感实用性强。床头摆放造型圆桌，时髦感倍增。双色墙面的次卧视觉活泼，床头后方的平台可摆放小物，另一暖橘色调的房间也创造宁静舒压的感受。陈角制作设计有限公司林昌义设计师擅长动线格局安排与风格营造，将设计美学融入日常生活中。